济安宫又被称为大道宫庙或坛底庙，是树林地区人民的信仰中心。济安宫奉祀保生大帝，农历三月十五日是保生大帝圣诞，举办盛大的绕境祈福活动。对于树林人而言，是隆重且神圣的大事。先民渡海来台，开垦的初期，张力之气变生。保生大帝身为医神，就在此时彰显威灵，使得生病的村民获得治愈。信徒为了感谢保生大帝的庇佑，建造庙宇，以香火奉祀，即为济安宫的由来。